杀了你是我的人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放手吧，我不放。你们两个想在一起，等我死了。我不会随便把陌生人带回家的。为什么呀？他很安全。是你想多了。是我想多了，还是你当我白痴啊？自己看。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这是我的私事。别忘了你是谢家的养子。我不过就是爱丽丝的代替品，一条狗而已。